是运通财经台。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连续三个交易日，台北股市跌了快300点，超过300点，跌了快不晓怎么办。我想这三天，1、2、3，这三天，请问接下来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待这个盘势？如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方式的选股，你只是纯粹凭着感觉在操作，那或者你选择的老师是没有方法的，他没有固定的方式在操作，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上个礼拜五跌98点，我也说明了，大盘跟我没有关系。礼拜六又跌了111点，那我又再次的强调，我们手上的股票不是涨停板，创历史新高，跟大盘还是没有关系。今天大盘跌106点，这三天跌超过300点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也不想讲很多负面的啊，这个盘怎么又怎么了。我相信我在上个礼拜，我曾经请你来找我，上礼拜五，在很关键的时候，上礼拜五，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情吗？你可能忘记，对不对？我说，你有这三档，你来找我。你有这三档，我帮你解决问题。各位，你可能忘记了哈。上礼拜五，宏达电、乐声、星象，我说你有这三档，你来找我。我相信你有打电话进来，一定是我本人回电话给各位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？我讲的完全是命中的。上个礼拜是这一个位置，来，你有没有发现金刚这一根长黑棒？那我也知道你很恐慌啊，你一定是非常的紧张啊。那在很紧张的情况之下，那我请问各位，那我是不是请你来找我？我说你来找我，因为什么？已经非常的恐慌，包括星象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没记啊哈，没记啊，金刚175块，175块。175块，还有这档股票，全市场都在骂的股票，乐声。我对这三档股票没有批评指教，我只是想要帮你解决问题。我也跟你说明了，你不能用当时候的立场来跟我讨论。老师，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是主管机关或者是什么什么，我请问各位。事情发生了，事情发生要解决，要去解决它。宏达电我讲很久了，真的，我讲好久了，我不知道在什么位置跟你讲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也不要去跟你讲，我叫你不要买，我叫你不要追，我叫你不要碰，那你就是不相信啊。那我在相对很关键的时候，我也强调说，你不要杀，你不要杀得很没有尊严，但是反弹，你要做一件事情。要记得跑，要记得去换股操作，包含什么？包含星象啊，我有没有讲？但是我要强调，星象差一点点，跟我讲的差一点点，因为最高只有来到多少？只有来到197块。你打电话进来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说，从175块，它约莫会弹到那个位置？我在节目上也比了一个二，它最多只有弹到197块。那请问各位，接下来怎么看待？你还是可以来听听我的意见，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
上上礼拜我跟你讲的答案跟今天跟你讲的答案会完全会不一样，会不一样。你上次打电话进来，我会告诉你说你要等等反弹，那反弹的位置我会通知你，那你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操作，我会跟你明着跟你讲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你打电话进来，我还是会告诉你说反弹再出，答案不一样。你有你打电话进来问问看，因为我每次在相对的低点，相对低我都跟你讲啊，明着跟你讲啊。这你看到，你大家都知道我要拿什么字卡给你看啊。相对低我就告诉你，我看好，我看好。经过12天42%，那我有没有在相对的位置？请你不要追，我说你看就好了，你不要再买了，你看就好了，已经42%了，12天42%了，你不要再追。包含这一档叫月峰，我每天讲，这天明着跟你讲，拉上来11天41%，我有没有在相对高档的位置？我不敢讲我在最高位置，但是我已经连续性的请你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去碰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去买新的标的呀。台北股市或许这3天跌超过300点，大家就开始心慌慌、意乱乱。我一直强调一件事：每个人来市场都是想要赚钱，那你有没有方法？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技巧？有时候相对一档股票，同一档股票，同一档股票，基本面在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，我用大力光来做说明。各位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可以跟我讲吗？如果是以相对的位置，这边拉上来3945，然后又往下破，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情？那你今天你怎么看？你今天你怎么看？我知道大家没有这档股票，因为一档股票3000多块，不可能每个人去买这种股票，不可能。为什么拿来做说明？因为这档股票有的人比较少，我也不需要拿一些股票行科性来说啊，这股票多差多烂多糟糕，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的事情？同样都是外资的体系，有一家叫花叉银行的，他从4100块调升到5000块。那另外一家卖叉里的那家，很奇怪哦，很奇怪哦，他调降到2600块。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库存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懂了。通常会调高的，会从4100块调到5000块的那一家，他一定库存比较多。那那家看得比较坏的，看得比较差的，给你喊到2600的那一家，他应该是高档都出差不多了。您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股票操作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但是只要你相信我讲的，你只要认同我讲的，你每天在收看我的节目，你用这个方式操作，我觉得你胜算几率好大，好大，不会因为3天跌了超过300点，整个人僵掉了。我相信我的会员朋友们，你现在早上会收到什么？2通 call 讯，一通是9:30发出来的。什么call讯？我怎么看？我是不是特别交代？我是不是强调中秋节的前1、2、3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？如果假设各位您是外资或者是法人或者是忠实大户，你会不会在礼拜一、礼拜二用力的去买股票？会还是不会？所以今天的卖压它还是持续的。那你或许会问我说，老师，这跟美国有没有关系？美国到底会不会升息？那我要问你哦，美国如果升息跟不升息，因为升息你赚不到钱，那不升息你就会赚钱吗？你回答我啊。那升息好还是不好？升息真的很差吗？经济体系这么差的话会升息吗？那升息代表经济体系变好转，那请问是9月还是12月会升息？
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，盘势包括个股的走势，不是说每天一定要涨，或者每天你要看涨停板来做表演的老师。我们今天股票没有涨停板，那你觉得呢？那你说老师是不是大跌？也没有啊，就跌1%、2%，跌超过300点，我们的股票算强势，算强势。那为什么我们的股票比较强势？你有没有发现我近期挑的，我几乎挑的每一档模式都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因为你已经看过我的选股模式，我讲得清清楚楚，我讲得明明白白。我说只要一个条件符合，亮一个灯；两个条件、三个条件、四个条件、五个条件，同时五个条件亮五个灯，那我们重压，我们要赢的机会会比较大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纪律操作，我们不是用猜的，我们是大赚小赔。如果你认为我每一把都会中，那你不用看我的节目。那如果你是希望什么？哎，老师，我想要换一个方式，我想要轻松愉快，轻松愉快。我今天9:30发出第一通call讯，我已经交代说明了。我说今天卖压会比较重，接下来礼拜二，那真正到礼拜三，礼拜三过中场尾盘，我相信该卖的人都卖差不多了，到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好的标的，可以慢慢的挑，慢慢的选。所以今天跟明天呢，操作的策略很简单，不需要急，不需要慌，不需要想说啊，我们要去买哪一只涨停板？我们的股票今天跌了1%，吓得半死吗？不需要啊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是没有调整过来，你每天都在看看标股，看哪一只有涨停板，我建议你赶快离开股市，因为你永远赚不到钱。你永远都在听很多鬼扯淡，老师每天都在涨停板，每天都没有预告，突然上来就有了。你就相信这样的讲法？我抢过很多次啦。中秋节来了，我没有办法送你月饼哈，很抱歉。我送给你是我最好的祝福，中秋节，我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。祝福大家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、财富满满。这两个月饼，你一定要来拿。这两个月饼是我的心意，我没有办法送你真正的月饼，但是你一定要来拿。我真的有准备好，我真的有准备，我真的有准备。我这个人一向说话算话，我绝对不会跟你信口开河，我也不会说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，那你来找我没有标的没有股票，不会。那您有没有发现跌了300点？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股票，这我讲很，这我想，这不要讲 N 遍了哈。这我写的，那我也跟你讲过了，外资大买有没有？全球第四大，大户占比超过80%，有没有？一个月以前，8月9号，8月9号的时候，我手写了这一张，这是我亲笔手写的。我说我会帮你过好中秋节。哪一档股票？这一档股票，你相信我的？我有漏气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有漏气吗？你相信我的？一个月以前，那我请问，我把它放大给你看，这三天跌超过300点，有影响吗？有没有影响？你回答我。老师今天没有涨，老师今天没有涨停板，你还在讲这种话，表示你很浅哦，你做浅的哦。老师今天没去呢，拉差啦，没去啊。今天跌106点呢，同学。3天跌超过300点，这个不是强势，不然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你回答我。如果没有跌300点呢，早就喷上去了啊。那这一档股票呢？讲到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新唐，
各位，你看得懂吗？这是今天的江波，今天跌106点，这个是谁？今天收最高，最后一盘有一笔393张，他硬是要买最高。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情？为什么这一笔单他盘中都不买，盘中滴滴他可以买啊？你认为他是笨蛋吗？老师，这公的这一定是笨蛋，这个人一定很笨。对，你们最聪明，你们就是最聪明啊！人家就是笨蛋，人家这边都不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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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偏偏要买最高。那你知道盘中这些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明哲跟你讲，安尼卡紧，那你就懂了。我从开盘过跟你哈，给你好好道来，来，那你就懂了。这是一开盘，这个不要看。接下来你会发现说，120张、110张，你慢慢听哈，130张、141张，它盘中为什么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？111张。112张，115张，122张，来，你看这边哦，100张、110张、121张，好了，后面我懒得念了啦。谁嘛？你跟我讲嘛，虾米人嘛？你知不？今天这种盘跌106点。成交量有8200多张，今天跌106点，成交量8200多张。你买的吗？你今天敢买股票吗？你今天都在唉声叹气啊，你怎么会想买股票？你不会想买股票的啦，你会想说啊，咋灾外高票？因为你的股票300点跌得稀里哗，你就开始就觉得。心里不太舒服，很闷，对不对？不想玩股票，那我也不想要表现说我的股票很强势，没有跌，逆势上涨创新高，然后今天用一种很机车的表情来，没有，我今天很严肃，我内心是喜悦的。我们的会员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是开心的，因为我都会把方法步骤都跟他们讲。发了2通 call 讯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哦，对，第一通 call 讯。那为什么在11点又发了第二通 call 讯？因为有一些新加入的会员朋友还是搞不清楚状况。老师，那也没 call 啦，早一点嘛呢？老师，早一点嘛，还没买股票，我当时要买啦。这是新会员，你不了解我。我是把各位当作你们的辛苦血汗钱，在适当的位置可以买，我才会发。才会通知各位，但是你参加其他的老师，每天都在买股票，每天买，还在追，每天都在追，你会赚钱吗？你不会赚钱的。所以我发了第二通 call 讯，我直截了当讲，今天跟明天，我们就是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因为我们的股票很强势，你不用急啊，你不用急啊，你少看盘啊，这是我今天发的 call 讯，是不是？你要找这样子的老师来操作，而不是说每天你都在想要怎么，每天都看到今天还有人在讲那涨停板，你如果还是相信我就没办法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永远相信那一些。你如果常在追，你追股票赚到钱吗？你今天追到股票赚钱吗？如果一不小心又踢到铁板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相信今天还是有人去买这种股票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只要告诉你说，你要改变，你要换个方式。那我今天，我想要帮你哈，你有困难，你直接打电话进来。礼拜四就开始放中秋节，这两档股票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让你带回去。这两档股票，你打电话进来，尤其是这一档，尤其是这一档，尤其是这一档，这一档股票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这档股票，你放3个月到半年，甚至放半年到一年，我认为它会涨1倍。
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老师哪一档股票？你不用猜啦。连续七个月都是倍数成长。我们照这边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用，我们不用照太近哈，我们大概拉远一点。好，我们大概拉远一点。这档股票，它第一季，我先讲它去年哈，去年是亏钱的哈，它第一季就赚1.5块，本业哦，本业获利哦，本业获利哦，本业获利哦。第二季更可怕，第二季是第一季的2倍，也就是说，它在上半年，它就赚了4块多，股价20几块。可不可以买？我说过了，这档股票我会带你好好做。这档股票你相信我讲的，你放一段时间，一倍是最基本的，一倍啦，上基本的。那没有要什么哈？没有，不需要，因为我知道你很闷。你今天拨电话进来，就让你带回去。你电话拨通，我就让你带回去。另外，你手上的股票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亲自回电。我教你怎么处理，怎么操作，就这么简单。中场先休息一下，大家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走得越远，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？想改变自己吗？那就朝向世界出发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股票哈。来，在我们这边操作只有往上的哈，往上买，我不会往下操作哈，往下操作是最笨的哈。往上操作，往上买哈。中秋节没有办法送你月饼哈，我送你这个，我送你哦，我直接送给你哦。这一档股票，这档股票长线，你好好的抱牢它，不排除会涨1倍以上。这资料都有，我绝对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他上半年吓死人了，资料真的我都有准备好，我希望你把它带回去。我绝对不会跟你信口开河，跟别人乱讲，不会。一家公司啊，他其实从亏损开始到赚钱，他去年亏损，他上半年赚1.5块，第二季更恐怖，第二季赚的又是第一季的什么1倍以上。也就是上半年赚了4块多，股价才20几块。我想你也知道哪一档股票，你知道没有用啦，你知道你也不敢买。
你打电话进来，你打电话进来，你打电话进来，你的持股我帮你调整，我帮你做转换，才有意义，才有未来。这两档股票，我希望你拨通电话，把它拨通，你一定要来拿。我没有办法送你月饼，中秋节快乐，我送你这两档股票，我送你这两档股票，这一档是短线的，这一档是波段的，你只要把电话拨通，直接送给各位，你把它带回去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北都 PayPayNet 超值优惠双享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.3元，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，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。149台全数位频道，68台 HD 高画质频道，搭配新时代光纤标网，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。第2到4个月搭配30枚，最低每月只要399.3元。第5个月起，数位有线电视搭配30枚，每月只要690；搭配70枚，每月只要790；搭配120枚，每月只要890。多人多机。